各位进到简报42页，我们就搭配一下语音朗读咯，这个就跟 Google 的服务做结合，好，因为这个是 Google 小姐的声音，我们来看一下语音朗读在哪里，在这里进阶功能里面有没有语音声控跟语音朗读进阶功能，好，进阶功能，好，我们现在呢不只是按下去灯会亮，萤幕会显示，我还希望它念出来，这样有没有视觉听觉都兼顾到了，所以你看语音朗读的文字第一个你就把它丢出来，接在它下面就好了，哎，我希望你显示这个字还要怎么样把这个字念出来，当然你可以念不一样的啦，好，将这样念出来，那它有参数可以设定，参数你可以找到这边语音朗读里面最下面这个就是它的参数，最下面这个你不加参数其实也可以，就用预设的，那它可以念什么，可以念中文，可以念英文跟日文，但是有一个不行，打中文叫它念英文以北要，因为它没有做翻译，所以如果你要念日文请直接打日文，好，第二个音量一是最高的，再来就是音调，好，音调它有不一样的，你要沙哑的低沉的，速度有分快中慢，好，我就先给他一个，那请问下面的可不可以用复制的 Ctrl 加 C,Ctrl 加 V 或是按右键不放，好，这个从这边复制贴过来，好，这里我们它的音调你可以尖锐一点，关灯，我用正常的，好，好，这里我再复制一下，这个闪烁我就用扫虾的速度慢慢讲，这样子，那我先做给你看，你们的怎么办？自己找 QR code 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先做我的给你看，来这边开灯，有没有语音朗读的？关灯，啊，你有烧香哦。闪烁，闪烁，有没有无声啊？我。高的开灯，阿内要不自己拿自己的手机试看看，那个 iPhone 的这里还可以。